哎，买点馒头。老白现在已经撤离这个豫北老城区了啊。本来想打算在老城区里面找个地方扎营的，但是找一圈没有合适的。现在时间还早，上车休息。看看看看，这荒芜的大戈壁啊！走到这边，看着看那个黑狗。我去追我一路，把我差点给我干了，把我差点追到这上边来。我铁人第一村，看见没有？这是个牛人村。是不容易，锤子，今天就被两条狗都追了都，这个狗跟大白有点像是吧？这个村子，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90%的人都是种蔬菜大棚的，啊，我刚才看到有一家人在这大棚里面装东西，装的是菜，他们这个菜已经相当成规则。你们知道这会儿我在车为什么静悄悄的，没有发动那个什么？因为我出了那个玉门老城区的时候啊，油已经完了，觉得有点电，因为那个老城区它海拔比较高，我进去的时候那20公里、10几公里，基本上都是上坡，它的海拔有2700米，然后下来的时候。拿下了啊，所以说我这个店就用给你，但是那个车说这东西可以充电，其实充不上。现在的车已经跑不动了，剩一格，我都不敢入门。他这个铁人是谁啊？这好像还是个名人啊，还有故居啊，遗址。哎，大家看一下，哎，这边不错哎，它这边好像不缺水，怪不得不缺水，有河。看一下，看这片，这个地方不缺水。前面，我去，这地方跟沼泽地一样。这在甘肃走了这么远。这种就是能看到水面的啊，土地啊，我是没有看到。今天这是第一次看到，这个地方要小心蓄水。这也没有桥啊，它的水从哪里来的？你看，这也没有桥，两边都是水，啥情况？哎，这是一点点的没有，怎么办？加油！又干了一桶油，一起出发了。哎呦我去啊！什么？这吓我一跳，因为没路了，前面全是水，冰啊！看看这破路，哎呀，这路就……哎呀，玩冰了。发现一座空房子，也没有人。
呀，天黑了，看看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房子，真的是不容易。啊，应该不错。哎呀，门前还有木头，六地铺，看一下。哎呀，我们进来，哎呦，还是排房，也算干净的了。这里有人来过，哇，这房子都这么干净的吗？哎呦，阳光太刺眼了！以前应该是午餐时间准备的，我这一气又干了最少是40分钟。这一路里面几十公里啊，就这一样，全部是马路。来看一下，这里是房间背后，看一下，里面几十公里全部是那个戈壁滩。然后这边是那个312国道和高速公路啊并排着呢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晚上风会很大，为什么一直说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呢？因为这在戈壁滩上那个风会特别大，正好炸不好就被风给干飞了。这几间里边啊，这间也挺特别干净，老白就选了这儿。我帐篷已经扎好了，然后东西拿进来了。但是我又发现一个好东西，来，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房子跟很多人遮过风挡过雨。这是什么名字不认识，但是它是2020年5月住宿一日，留石头一盒，啊，用者自拿。我不知道这哥们是留的石头是啥石头。然后呢，这个是2022年9月7号，啊，途经此处扎营一夜，小字写的不错，东北之少。看来这一间房子啊，有很多朋友啊在这扎营过。光这两个留言啊，就证明两个骑行前辈，是吧？我跟你说一下啊，这里没有信号，无线网也没有，手机信号也没有。谁让咱们在苍茫大戈壁呢，是吧？趁着天还没黑，我赶紧捡点能烧的木头。这房间里面还有一顶，哎呀，能这么小气的，一看就是骑行的带的小炉子。这边还有一袋，那我就征用了这些啊，那我就给它烧了。在玉门老城区买点橘子，这是蘑菇。油麦娃菜，给小狗们也买了鸡蛋，赶紧生火，给狗子们要康奶了，加点酱粉。这会儿它饿的都刚才放出来，一个个都冷的都不行。哎呀，赶紧给我凉水，我弄凉，小狗子都饿坏了。饿成啥了？哎呀，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哎呀，都快饿死了。
哎呀，你来。哎呀，跟着我遭罪了。看这一盆能吃完吗？哎呀，那你没看看吃肉有多费劲，刀都给我干断了，冻得太硬了。这是唯一能把肉切成片的办法。我洗一下肉，没地方洗，就锅里边洗一洗。洗好放这上边，倒油。这个好像都没怎么用，也少了半碗。辣椒，辣椒，哎呀，一锅香喷喷的菜，好了，可以开吃了。哎呀，都八点半了，饭才吃到嘴里边。弄一个美丽的误会，给大家说一下，今天我有信号，因为我两个手机嘛，当时有这个有信号的这个，就是有话费的这个关机了。另一个是没话费的，然后我的无线网也有。我当时把它断开了，需要重新连的时候，它需要我有流量，没有密码我不记得了。我一般都是用万能钥匙弄开的。啊，小灯台，给谁打电话？哎，他说我手机停机了，赶紧把另一个手机充了。那个手机没停机，没用，信号好了，信号好像还是不错。哎，别说买了个火锅料不错，吃完是舒服。昨天把酒喝完了，今天没酒。我现在离路航好像也就290公里的，290公里的，很快了。就是到达终点了。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然后老爸明天继续出发，早上见，再见。